本期讲解一个最新七毛小说推文项目，简单操作，轻松日入1000啊！将小说精彩的部分内容制成视频，发布到抖音、快手等短视频平台，然后通过评论区引导用户下载对应的 APP， 搜索相应的关键词看小说，就会有收益。今天作者教的最新的方法，跟着作者的方法来操作，转化率非常高，单个账号轻松1000啊，可以矩阵操作。为什么我们做的是七毛小说？因为七毛小说比其他平台转化率高太多，经过作者的实操验证，比番茄小说、书籍小说这些平台转化率都高很多啊！课程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项目实操以及注意事项，四节视频课啊，还有这个项目的资料啊，包括 AI 工具需要哪些 AI 工具，如何刷粉丝啊，还有这个素材，还有这个收益图，我们来看看。你看，还是清梦的这个收益图啊，两个号的收益。如果需要摆脱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七猫小说推文，就可以下载摆脱教程了。